草书散头一面，1974年，这间散头一面公益是创始店，你来讲看嘛。我要干的，我呢就这个在卤菜哦，椰卤菜会叫，好好吃哦。OK， 有，要得爱食，当我的口味啦。啊，你面家己做的？面朋友做的，卤菜蛮了大，我家己来的。哦，卤菜拢你家己来啊？拢家己来啊，我袂用客。哇，你这。来，这几单啊？三八单啊！哦，你做三八单啊？哦，啊，这汕头意面是，你这个面是汕头人做的？这个名词是我家己喝的啦。你家己喝的哦？啊，不是有足侪间汕头意面的？啊，就是我家己喝的哈，大家看我的食我的物件好食哈。哎。较早我伫大路边遐。外加多嘛，啊！伊怎啊食着我迄落好食，会当用我的肉片嘛，会当家己开啊。啊，所以你无申请专利哦？无啦，迄三十几年前，迄人够有啥申请专利的？哦。这个申请专利应该袂啥货啊？哦。现在台湾全国吼，几乎合作汕头一边的吼，量产才几千。哦，台湾全国啊，伊讲台湾全国哦，唔是台湾全省哦。台湾全国。呵呵呵。咱这袂使讲台湾。台湾二十几岁就开始做啊？哦，今啊60岁啊！哦，话讲啊，烹饪的啦，啊是接人的，讲伊做几十年，家己的本事，家己亲手做38单的，所以拢未过一个对啊啦，吼。啊，这附近这个连锁几公里来，大家嘛知影。哦，你讲才2公里来啦，拢知。专家本碗啦哦，来
我的一碗不是大碗，你看你放那么多米。我问你别生话哦。你买那个这啥？南油。碗油。火龙油，地油。啊。地叶，地叶。地叶。啊，这嘞。这我的调味料。我的调味料。有沙沙茶是吧？沙茶，成分也有，我家己迄个秘方也有对不对？拢有困难，做些行。有缘来坐哦。有缘来坐哦。啊，恁要几个面？哎好，你碗面起来。所以今天也是一个讲座，啊，再来呢，明仔载呢是买一百支，啊，夫人是认识佛陀，这种店啊，外表啊啊不一样啊，迄落拢食拢食在口碑尔啦。哦，食口碑就对啊。我也无，也无咧拍迄落啦啊嘛，人客要甲我摕零钱啊，哪会啊电话我都无啦，我拢讲，你若要食来食食，啊要包安尼，我拢做口碑尔。哦，所以没用电的也无栽培就对啊啦。拢无拢无，我迄落。栽培我也无法度。我当头尾出来，伊做啊，伊个拢又搁兼家己副业个，所以我我啊，只有讲着啊，伊讲吼，少年个要听哦，放歌啦，啊无。啊，你看有诶景调以前喏。迄面爱逐摊拢爱平头碗，太多太少都不行。哦。太多个迄种啊面吼，伤济伊个味道无够就对啦。哦。啊面。面啊，伤侪味道无够，啊面啊伤少吼，味道诶，迄落伤少。哦，所以迄量分拢也差不多，啊，拢靠目睭咧判断。大概的对啦，迄大概啦，八九不离十啦，三四十。哦，啊，够八十了，对啦。阮这传统诶吼，大多数拢袂晓穿面啊。拢袂晓穿面啊，大家拢袂晓切啊。拢用一空一空诶肚咧，肚咧。哦，一空一空肚咧，迄种诶吼。那前面前面是一个足大的技术的，诶，无啥技术性啦。哦。啊，但是前面吼，伊是迄面较好食。哦，面啊用切较好食。当然啦，迄面点点会开。啊，你用迄落吼，伊迄算作，算作都伊无学到迄个功夫吼，啊，讲骗食补，骗食补啦。哦。另外，搁放这猪肉片，啊，甲鱼丸。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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